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百姓。今天是跟干爹的生日聚会。对，这个台词已经讲三次了，真的不会告诉你。讲三次。下面等一下挑战，整排全部都是他，稀有啊，大盒卡片啊。你要给我，我要很认真。我讲的台词应该有限，这样。现在干爹在蹲，全部都在等我。我刚才已经买了一次了，你刚刚累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用了。哦。至于原因就不解释了，干爹跟白本都知道。要不要？看，哎，如果全部哦，全部都是稀有卡哦，这个上 highlight 哦。还有。好，三二一，放！哦，阅读，哇靠！哎，怎样？只有一个啊？只有一个？不是，你好像是要纳奇。好了，至少中一张，至少中一张，至少阅读，对吧？所以几率是东西哦，大概五分之一吧，五分之一啊，欸、很高嘞，五分之一，反正二十年，然后。有，这个五分之一，摸九桃啊，没办法抽了，所以说有机会下再抽一张，哎，至少中一张了，对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干爹，干爹，哎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